售货员说，小姐，需要帮忙吗？顾客说，我想买连衣裙，想看看这两条。售货员说，蓝色的是真丝的，黑色的是全棉的。这两条裙子的质量都很好。顾客说，真丝的看上去有点薄，棉的有点厚。这两条我都试试吧。售货员说，没问题。试衣间就在那边。顾客说，这两条裙子不错，非常适合我穿，我都想买。请问打折吗？售货员说，这条棉的打85折，但真丝的不打折。我觉得这两条裙子的价钱都不算贵。顾客说，我两条都买，可以用支票吗？售货员说，对不起，我们只收现金，也可以用信用卡。顾客说，那我用信用卡吧。售货员说，请等一等，请在这里签字。顾客说，谢谢，再见。售货员最后说，欢迎下次再来，再见。 Q1， 他想买什么颜色的裙子？ Q2， 裙子是什么做成的？ Q3， 哪条裙子厚？ Q4， 哪条裙子很薄？ Q5， 哪条裙子打折？ Q6， 商店接受现金吗？ Q7， 有试衣间吗？